Ogin yujian zhang zhang ba ma ge zhe dong bo la yan zhen zhe ge wu zhe ni ba ma zhang ne zhe zhe gu deng guan zhu mang bu gu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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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 da zhe ji jin ji la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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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 ru ba ma zhe de ogin yujian zhang zhang ba ma ge zhe dong bo la yan zhen zhe ge wu zhe ba ma zhang ne zhe zhe da gu deng guan zhu mang bu gu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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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 da zhe ji jin ji la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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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Bama Zadda Ho Ho Jina Yajina Jantan Bama Kesa Dumbo La Yantan Chaka Ngoda Bama Jani Jisa Jankur Dham Kanchu Mambu Kur Kiji Jisa Dantra Ji Shinji Lab Jansas Guru Bama Zadda Ho Oma Hum Badr Gara Bama Za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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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 Hum Badr Gara Bama Zadon, Nadan van bon dap zo joa dan judan drajin bir zade sor chum dun ding gombo jahora yon la jan zalo kango lo ju dum ye dum dra nye da nam da ra za ve chen ye dong ga chen yon sub chen ni ji da kara la kanda de bi zor mar man do dum ra je za ve do zo ga la va je da je yon la de je yon da Dudra je donyo mo nyo lo li je cha do domda cha mariyo ma se dimura miya ka cha nye chamda ra da Dundi na cha dam jin ta so yun ta li cha ja te ta wa Dudra cha nye jan jen ta lu ma se ran cha ura ya la Da da umara bac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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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umara baca Umara bazana do 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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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na Umara bazana do 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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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na Umara bazana do tsidro ji jim jero wo zer ji do lu da mu mambara za kada dam jo jon lo do ba lu du bu be na wa ji do zor nyo ji jim bo zo do ni me ja zo ni mo lu jim bo na ja pa kra dang am dan du je mo tum ba du ji jan la jan zar lo 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这个课呢、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心，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要听课啊、我们首先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啊、要确定，然后目标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就学习修心这样子啊。那目标是什么呢？目标从这个大乘佛教的角度讲，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利益众生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佛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要利益所有的众生的话，那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前提的条件，我们自身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能力才可以的。我们自身应该有这样子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众生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这样子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学习，一步一步的修心。这个能力我们自己要去创造我们要去创造这个能力那么我们最后要成佛
因为成了佛才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解脱，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啊，我们成了佛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切。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成佛的话啊，我们的发心是很好的，我们的目标很高很高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发心再好啊，我们的目标再高最终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修心那么我们这样子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成为什么呢成为菩萨谁有菩提心谁就是菩萨菩萨是什么呢？我们通常我们认为菩萨就是这个佛堂里面的像观世音菩萨，像文殊菩萨这些佛像这些佛像我们很多时候就认为是菩萨。但是他们我们佛堂里面的我们经堂里面的大雄宝殿里面的这些佛菩萨这个不是佛菩萨，这是佛菩萨的形象真正的菩萨真正的菩萨是什么呢？真正的菩萨就是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活着的人叫做菩萨那我们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变成菩萨呢就是需要有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从此以后呢，我们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男女老少，所有人都一样，就是成为这个菩萨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发菩提心请大家这样子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解脱这是我的唯一的目标，这是我的唯一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要成佛我一定要成佛。为了我为了成佛，我今天听这个课我们听这堂课，听完了以后呢根据我自己的能力我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去修一步一步的去落实那这样子的发心就叫做菩提心请大家这样子发心这是我们首先要这个确定的这个目标接下来我们讲我们的今天的课，那我们今天的课呢题目就是与轮回分手我们与轮回分手那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凡夫都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都在轮回当中，我们还没有跟轮回分手，我们也没有在这个轮回当中脱离，我们没有在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我们都在轮回当中但是我们有办法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脱离从轮回当中这个解脱有办法那这个办法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个，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具体的方法我们的上一堂课里面呢我们讲过这个理论我们为什么要解脱，怎么样解脱，我们都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具体的方法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佛友们以后尽量的去做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应该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活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有可能有些是学南传佛教的有些是学净土教的净土宗的，有些是学这个禅宗
可能一部分是学藏传佛教，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这个北京都有但是这些都没关系的都没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比如说不管是学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或者是汉传佛教我们首先第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有出离心必须要有出离心。出离心在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的这个大部分的修法就是来自于这个俱舍论俱舍论南传佛教的这个清净道论清净道论那么它的所有的修法都跟俱舍论俱舍论是一样的，它跟俱舍论是一样。那么俱舍论的这个俱舍论的松次和俱舍论的直接实行菩萨他自己写的这个解释叫做自解那么自己的解释那么这些里面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什么时候进入了这个解脱道呢比如说我们去欣赏欣赏的时候烧香拜佛也好我们去这个大坐念经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我们把这个善根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解脱道某一种善根我们的学习也好修行也好大坐也好还有烧香拜佛这些都在内。怎么样这些都变成了这个解脱道呢什么是解脱道？就是某一种善根让我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子的善根叫做解脱道。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变成这个解脱道呢前提的条件首要先决的条件就是出离心。就是出离心出离心如果我们没有了出离心没有了出离心的话那我们菩提心是更不可能有的菩提心更不会有了。那么没有菩提心没有出离心这些都没有，在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烧香拜佛或者是我们去诵经吃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善事。这些善事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了这个时间时间的善根。时间的善根。时间的善根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但是我们信了很多很多的善那么当然会有善有善报那这个果报最后就是成熟成什么样子呢这个果报就让我们在轮回当中轮回当中我们再一次的可以成为人可以成为天人，我们在人天当中享受人天的福报只能是这样子了凡是没有出离心的所有所有的善根都叫做时间时间的善根时间的福德时间的福报这些所有的时间的福报都不能让我们解脱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什么时候进入佛门了呢自从我们皈依了我们就进入佛门了那么我们进入佛门了是不是等于就是进入了解脱道呢也不是佛门里面呢两条路一个就是时间我们前几天讲过人天乘一个是往人天乘的方向走。另外一个呢
就是解脱道啊，这就是往解脱的方向走。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进入佛门啊，进入了佛门皈依了以后呢，然后里面就有这样子两条路啊，两条路。所以我们皈依了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心啊，在没有出离心的情况下，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所有的这个善法善根啊，全部都叫做实践法啊，全部都叫实践的福报。然后自从我们有了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解脱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是将啊，要这个与轮回分手，与轮回分手。那么与轮回怎么样分手呢？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与轮回分手呢？啊，就是出离心啊。我们有了出离心，我们已经跟轮回啊分手了。有了出离心，然后我们没有出离心的时候啊，当我们没有出离心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表面上啊，我们做的再好再好也好，我们还是顺着这个轮回走啊，顺着这个轮回走，我们没有跟轮回啊这个分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出离心，希望大家。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啊，不要去追求这些很高深、很高深的法啊，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啊、大手印、师论金刚，还有汉传佛教的这个汉传佛教的禅宗啊，这些都是因为这都太高了啊，太高了，我们的根基很低啊，所以这两个不相应啊，我们的根基跟我们追求的这个法不相应啊，有太大的差距啊，太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追求这么高的法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些法不好，这些法是非常非常高深的，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啊，我们的根基不成熟，所以这个法再高深也是没有用的啊！大家必须要知道，比如说我们一粒米啊，或者是一朵花的种子啊，一粒米的种子。如果我们在一个啊非我的土壤里面播下去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啊，它一定会发芽的，它一定会发芽，它一定会啊生长。如果我们把这个啊种子再好再好的种子啊，就不是非我的土壤啊，没有温度、没有湿度这样子的地方，就像沙漠啊，就在沙漠里面播下去了啊，那它能不能生长呢？它不能生长啊，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根基要成熟，这个非常的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啊，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啊，从最基本啊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啊，一步一步走。我想我们很多人要从零开始啊，从零一步一步走的话，那我们是有可能啊有一些啊这个学佛的成果，否则的话我们学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最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学佛的成就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啊，首先要从最低开始一步一步往上走啊。那么这个道理呢，我想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清楚了啊，这两天我们也就讲了那么多天了啊，每天都是讲这些基础的啊，还有我们除了今年以外，去年前年也讲的也就差不多的啊，还有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们肯定有很多其他的渠道啊，也就学过了听过了，所以呢我想我们理论大家都比较清楚的。
但是光是理论清楚没有用，我们必须要得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虽然大家很忙，工作的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没有太多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再忙啊，工作压力再大，我们还是要啊抽一点点时间去修心啊，抽一点时间去修心的话，这个修心可以啊，不但是让我们解脱，而且它可以消除啊，它可以化解我们啊这一生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啊，它不但是让我们解脱，而且它也能够让我们啊这个感觉到啊生活很充实啊，然后呢就感觉到啊心服啊，这个一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啊大家要一步一步的修，希望大家一步一步修啊，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实际行动啊，实际行动。没有一个实际行动的话，那我们这个理论学的再多再多啊，理论学的再好也是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啊要努力啊，希望大家要从最基础一步一步的修啊。首先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个目标不是证悟大圆满啊，不是我们的心平静啊，非常非常的平静，这些都不是。第一个目标是我们要跟轮回分手啊，不能再跟轮回的方向走，不能再跟顺着这个轮回走啊。首先我们要跟轮回分手，跟轮回分手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再去啊证悟大圆满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前几天啊也讲过了，我们比如说很多人啊修禅啊修禅，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新加坡比较靠近啊这个南传佛教的很多的这个南传佛教的国家啊，然后呢新加坡也有啊南传佛教的法师啊，那我们就是收到了这个南传佛教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诀窍，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对禅定啊，对这个禅修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比较重视的人有点多啊，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啊，我们禅修修禅定是很好的啊，非常好的基础啊，密宗大圆满他也需要修禅定啊，也需要修禅定。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修的这些禅定如果没有出离心了啊，没有菩提心了，也没有证悟空性，这三个都没有啊，这三个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去修禅定的话，那这个禅定是什么呢？这禅定就是跟外道啊共用的禅定啊，然后这个禅定即使是我们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即使是修成功了啊，修成功了，那它的结果是什么知道吗？啊，结果是不是证悟？不是啊。那是不是解脱？不是啊。那是什么呢？就我们死了以后就投身到初禅的天界啊，二禅的天界、三禅的天界、四禅的天界，这四个叫做色界，我们佛教讲三界啊，语界、色界、物色界啊，就是色界，我们就投身到这个色界。那色界还是轮回啊，也是轮回，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哦。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禅定必须要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禅定
就变成了佛法啊，特别好，很好的。所以我们修四禅八定的人一定要知道啊。还有一个，我们的心很平静，很平静，非常的平静啊。然后呢，心非常平静，然后我们特别的执着啊，特别的执着这个自己心很平静的这种感受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下意识我们会投身到什么地方呢？啊，大家必须要知道，投身如果搞不好啊，如果搞不好的话，如果我们其他的这些罪业没有清净啊，没有清净。遭罪的话，那我们会堕到这个动物当中啊，堕到动物冬眠的啊，冬眠的这些动物啊，他们很长时间呢，冬眠的这些动物啊，冬天冬眠的这些动物，他们是很长时间几个月啊，都像我们大作一样啊，他们没有太多的这个思维啊，那就变成这样子啊。搞不好的话这样子啊，如果没有这个啊那么多的罪过这样子的话，稍微好一点呢，那是什么呢？我们就会投身到啊五色界和色界啊，也是轮回啊。如果我们投身到五色界和色界的话啊，这一生当中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然后直接就投身到这个色界和无色界，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色界和无色界当中啊，从零开始学佛，不可能的啊。如果在无色界和色界学佛的话，那必须要在余界，必须要在我们现在，必须要打好基础啊，有了基础才能够在色界和无色界可以继续修行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最最最好的机会啊，我们就在人间啊，人间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啊，这个酸甜苦辣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啊。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酸甜苦辣以后呢，我们有机会，我们明白人生是什么啊，我们明白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接受佛教的教育，我们有机会，我们看整个轮回的全经图啊，我们知道除了人以外，上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啊，我们也知道。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教育下，我们有机会可以看整个的这个轮回啊。我们就像我们世俗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站得高了，他可以看得远啊。同样的，我们借助佛陀的智慧，我们整个轮回看得清楚的，这个只有在我们这个时候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这过了以后就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修禅啊，修了禅就解脱了，不是这样子。但是并不是说不需要修禅啊，需要修禅啊，需要修禅，但是一定要我们搞清楚禅是什么啊，禅需不需要其他的这个啊，需不需要其他的这个力量？如果没有其他的，那光是禅，即使是我们的心特别特别的平静啊，特别平静，也是啊没有用的。我们不能超越轮回啊，这是一个大家要清楚。还有一个，我们啊，我们认为我们在修这个禅宗啊，我们认为修禅宗，然后呢，我们最后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禅宗，然后我们以为心很平静啊，这个叫做认为这个是禅宗，然后呢就一直都修啊这个宁静。那么心平静，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就是四禅八定里面的一个啊，根本就不是禅宗啊。禅宗是要证悟空心的啊，证悟空心，要明心见性的。我们昨天前天都讲过了，要证悟明心见性。如果没有明心见性啊，仅仅是心平静啊，
这个叫禅宗吗？当然不叫禅宗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学佛的人的弯路啊，弯路我们不能走错路，走错路啊，以后呢，我们回头的时候啊，回过头的时候呢，然后就可能时间，也许啊，这个时间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年龄啊都已经不是很小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往后的这个时间呢啊非常非常的珍贵的，本身我们人生的时间每一天每一秒都是很珍贵，但是我们到现在这个年龄还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往后的时间是非常的珍贵的啊，特别的珍贵啊，所以呢，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时间啊。希望大家啊，有一点点这个行动，实际的行动啊，不管我们是学南传佛教的也好啊，学藏传佛教也好，学汉传佛教也好，出离心，我们所有佛教的基础啊，我们所有的佛教都需要这个，特别特别的需要。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出离心，那我们学南传佛教也学不成，然后我们学汉传佛教，学大乘藏传佛教，学什么啊都不成功的，因为我们没有跟轮回啊分手，我们一直的跟着轮回走啊，所以呢我们要努力啊！我前几天也讲过啊，希望啊，我们这个佛教的，不管是藏传佛教的佛教的中心啊，或者是汉传佛教的佛教的寺庙也好啊，这里也有南传佛教的寺庙啊，大家啊，希望大家重视，高度的重视文思修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才能够挽救我们啊，才能够挽救我们，其他的都不能救我们啊，所以希望大家啊，我们所有的中心的这些法师们啊，法师尊者、活佛堪布，也就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啊，我们怎么样让啊这个行佛的这个学佛的信徒啊，走上解脱的道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不管这个必须要去想啊。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些中心的负责人啊，负责人也必须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中心啊？我们的这个中心是用来干什么的？必须要知道它的生存，它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的每一个中心里面的负责人的义务，他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心的这个成员，我们的这个信徒大家必须要思考，我们在这个中心，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在这个中心，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进入这个团体？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中心？我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必须要分，大家要分清楚该做什么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否则的话，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么快，一年的过去，很快就没有所以希望大家从出离心开始好，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要为什么要讲这个与轮回分手一个这样子的课的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它的这个具体的
修行的方式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佛友闻啊，我们大坐的时候呢啊，要香还是不香啊？那要香的话，我们要去香什么呢？啊，很多人经常问这样子的问题啊。我们一般我们的大坐有啊，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有这样子，比如说啊，有念头的。没有念头的啊，或者是有思维的，没有思维的啊，有想的，没有想的啊，大坐有很多很多种啊，大坐禅定，我们不能说啊，禅定都是要去思考的，也不能说禅定都是没有思考的啊，不能这么讲。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出离心呢啊，是有思考的，有思维的啊，必须要去思考。啊，因为这个出离心，我们什么也不想啊，光是心平静啊，有出离心吗？当然是没有出离心啊。我们在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啊，天人，他们上万年啊，几百万年，甚至是几千万年当中啊，他们的心是非常平静的，一个念头啊，一个念头都不会有的啊，几百万年当中啊，一个念头都不会有的啊。但是他们解脱了吗？没有解脱呀啊，没有解脱。所以心啊，我们的心需不需要平静？需要平静啊。但是这是一个基础而已啊，是不是心平静了？心平静了以后，是不是一切都？好了，当然不是啊，这就是一个起步而已。所以啊，我们想办法修禅定，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了以后呢，还要去修别的啊，这就是一个刚刚的这个起步。所以我们要去这个思考啊，那思考什么呢？啊，我们大乘佛教啊，南传佛教啊。在这个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就修四年除啊，四年除啊，四年除啊，四年除就是修我们的身体啊，身体就是啊以不净观来修，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是无常啊，然后呢我们的感受啊。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的感受啊，是痛苦。人在轮回当中，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当然也有幸福，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呢，大多数都是痛苦啊。然后呢，我们的意识是无常，然后就发都是无我啊，就是就去思考这些四念处。然后呢，藏传佛教。啊，也修四念处，但是呢，藏传佛教就把这些四念处，还有很多很多佛经里面讲的这些思考的方法啊，把它弄成一个系统化的啊，系统化的思维的模式啊，系统化、模式化啊，规范啊，他把它弄成一个这样子的思维的方式，所以。他就是藏传佛教从刚刚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真悟之间的啊，所有的这些啊思维的方式，有思维的，没有思维的啊，然后有思维的话，首先要去思考什么，再思考什么，最后思考什么啊，全部都弄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一看就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啊，所以。学起来啊不难啊，但是做起来啊，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做起来就是难啊，因为学就是我们人要去做啊，学是不难啊，学习是不难，因为就这个很规范的不难，很集中的。但是做就是难啊，我们人要去做，所以难啊。有点难，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微要努力一点的话，确实也不难啊。我非常的希望，大家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去一步一步的去修啊，因为我们
这一生当中啊，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等到下一世再下一世，这个恐怕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我们机会在当下的时候呢，机会就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懂得抓住机会啊。失去了以后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后悔了没有用的啊，后悔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要一点点的这个行动，我们再不要给自己找太多太多的借口啊。我们其实我们每天记一点时间完全是可以的啊，完全是可以。所以希望大家要这个要努力啊，要努力。我们如果在轮回当中，我们稍微不用功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解脱的啊。那么我们怎么样修呢？首先是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啊，然后就是死亡无常啊，然后就是轮回的痛苦，最后就是因果不续啊，就这四个思考啊。这四个思维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汉传佛教也好，南传佛教也好，这些佛教的这些经典里面呢，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很清楚的，讲得非常的清楚，每一部这些佛经里面都有的啊。那藏传佛教呢，把这些佛经里面的这些全部啊体验出来以后呢，就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操作的东西啊，可以去用的，可以去有模式的一个这样子的思考的方式啊。那这个叫做实践性。首先请大家以后我们修这个大作修行的时候，首先大家要去思考人生难得啊，我们第一个要思考人生难得。那人生难得里面他在讲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非常难得的啊，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啊。这就是他让我们懂得珍惜我们的生命啊，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他让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生当中你要做什么啊，你必须要知道这一生当中你该做什么啊，你这一生当中啊拥有一个这么难得的这个人生啊，这么难得的人生，然后呢这么难得的人生，你就是为了养活自己啊，为了养活自己啊，就这么一点，就是为了我自己的温饱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上面呢，就这么难得的这个是宝贵的时间，全部啊，就在这个上面啊，用了，那就是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你必须要知道，非常可惜，这是非常可惜。你现在拥有的这个人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非常珍贵的很多人是没有的。你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人生是很多很多人是没有的那不是我们有70亿人口吗？70亿人口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我们拥有的这些其实我们拥有的已经是很多很多了但是我们天天去抱怨谁谁谁对我不好，谁谁谁对我不公平他的为什么这么好呢？我为什么没有呢等等，我们平时就抱怨抱怨抱怨父母，抱怨同事抱怨这个社会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抱怨我们，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拥有的已经是比很多很多人多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的人有些地方呢，我们有可能我们拥有的没有别人的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我们拥有的已经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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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
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学习佛法进入解脱道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是我们拥有，很多人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没有这样机会，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人生啊，思考这个人生难得啊。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难得啊，然后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几本书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大圆满的前行蒲仙上师演讲啊。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宗喀巴大师的啊《菩提道次第广论》，我们可以看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像慧灯之光啊，因为是通俗易懂白话文，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搞不明白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看这些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佛经，就像《华严经》啊，还有等等很多的佛经啊，这些都在讲啊这些法啊，这些都我们可以看。但是《华严经》这些里面呢，虽然是提过这些啊，人生多么多么难得讲过，但是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呢，模式化的思维的方式，佛经里面讲的比较少啊，讲的比较少。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学啊，这些修心的引导文啊，修心的引导文，修心的引导文就是我们的修心的指南啊，修心的指南，修心的说明书，我们怎么去操作，他讲得很清楚了啊，这叫做引导文啊，就看引导文。然后这些引导文里面呢，就讲人生啊，我们每一个的去思考啊，如果我这一生当中我不是一个人啊，我如果是地狱众生啊，那我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如果我是一个恶鬼道的众生，那我有没有这个学佛的机会啊？如果我是一个这个动物啊，这么成千上万不可思议的这个动物当中，如果我是乙格的话，那我有没有这个啊学佛的这个机会啊？去思考啊。最后呢，我们也去思考，如果人类当中啊，人类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啊，就没有这个没有机会学佛，没有机会修心啊，这样子的人，那我们每一个的去思考啊，那如果我是其中一个的话，我又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我没有啊。那么我啊，今天我不是地狱众生，不是恶鬼道的，也不是动物啊，然后我也人类当中，我也不是这些没有机会学佛的这些人啊当中的一员啊，那么这些都不是，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容易。还有从数目的角度讲啊，这个众生的这个数量是不可思议啊！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手指甲啊，手指甲下面呢放一点点这个灰尘啊，放一点灰尘，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这个身边的弟子啊，问身边的弟子，你们认为这个大地的灰尘多，还是我这个手指甲上面的灰尘多啊？那么佛陀的弟子就向佛陀说啊，这个大地的灰尘是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啊，佛陀的手指甲上面的啊灰尘是不多的啊，没有多少啊。然后佛就是说啊，那么地狱的这个地狱里面的众生啊，是像大地的啊灰尘这样子啊，然后恶鬼道的这个众生呢，像这两个比较的话啊，就像手指甲上的啊灰尘这么少，然后呢，恶鬼道的啊，恶鬼道和这个动物两个比较的话，那恶鬼道的就像啊，这个像大地的灰尘这么多，动物就像手指甲的灰尘这么少啊。然后最后动物跟人类比较的话，那人类
就像手指甲上的灰尘这么少啊，动物就像大地的这个灰尘这么多啊，然后在人类当中啊，学佛修心有这个机会的人有更少啊，佛陀就是啊，数量上也是这样子。然后呢，如果我们再一次要得到一个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得到的这样子的人生的话，那它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啊，大家必须要知道，首先第一个必须要有清净的戒律啊，戒律当然。出家人就要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就要有在家人的戒律，哪怕我们守一条戒两条戒也叫做戒律啊。比如说我们在居士无戒当中啊，就守一条戒或者两条戒啊，就护持这条戒的话也叫做这个戒律，需要有戒律啊。第二个呢，精良的心善端额啊，第二个原因因素。第三个因素呢，我们要发愿啊，发愿发什么愿呢？我们啊，我在成佛之前啊，成佛之前啊，我下一世能够再来啊，再来这个人间啊，活得一个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瞎满的人生啊，然后我再进一步的去修心学佛，很快啊成佛，要这样子发愿呢啊，必须要具备这三个因素啊。第一个，我们需要有清净的戒律；第二个，要心善端额；第三个，要发愿。如果没有这三个，我们下一世会不会得到人生？不会得到瞎满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这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自己在过去很多很多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啊，积累了很多的福报啊，这个福报今天我们拥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但是有了这个机会以后呢，我们不懂得这是一个机会，然后我们游下去了，回去了啊，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啊？那这个很难说啊，所以这样子去思考啊，理论上啊很简单，就这么简单了，理论上。但是我们要去啊去修啊，有些人说啊我不需要修了吧？这个我知道啊，或者是我也这么认为啊，这个不需要修了吧？啊。不是这样子，是我们理论上也知道啊，尤其是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呢，我们是有些时候这么认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观念啊，都不是坚定的啊，不稳定的啊，有动摇啊，有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这些观念呢、啊，从根本上就啊发生了这个变化，都有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些时候就是想我们的人生很难得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忽略了啊，忽略了以后呢，这种人生难得的这种观念就不能成为一个学佛修心的动力啊，学佛修心的动力。所以希望大家啊必须要努力的学，这四个加薪啊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这四个加薪呢，就像啊，这四个加薪呢，就像我们没有，比如说某一个车子、某一个船或者飞机啊，没有发动机一样，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动力了啊，没有动力，没有动力，我们不会真正的学佛。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啊没有什么事情做了，就无聊的时候呢，就觉得好玩啊，就到寺庙里面去转一转、走一走啊啊，大家都在烧香的话，也就过去烧烧香、拜拜佛啊啊，这个。是学佛吗？啊，这样子能解脱吗？啊，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啊，静下来思考，这没有不懂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啊。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啊，这是一个框架性的，进一步的我们啊，这个
十个圆满，八个仙侠，一共叫做十八这个侠满啊。这个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思考，希望大家啊看这些书，然后我们可以看啊这个网络上有很多这个这方面的啊资料啊，像慧灯之光这个网站上有已经有人生难得四王无常的详细的啊详细的这个大作的方式，有视频啊，有视频大家可以上网看啊。如果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啊，如果有不懂啊，不懂不会上网的话，那你们可以啊，让自己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师兄啊，让他们下载啊，弄 DVD 看也是很方便呢 啊那这样子去这样子去学习啊，这是第一个人生难得。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人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千万啊，把我的这些时间啊，不能这样子虚度啊，我不能虚度人生啊，这么宝贵的时间不应该这样子浪费啊。最后我们有这样子的体会啊，有这样的体会。那什么时候人生难得修好了呢？我什么时候可以修下一步呢？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我怎么知道我修好了呢？啊，当然知道，很清楚的啊。比如说我们啊，没有这些修这些人生难得这样子修这样子的这个修心的之前，比如说啊，我们去旅游，我们去吃喝玩乐啊，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觉得啊，不觉得这个浪费时间了啊，我们很满意，我玩得很开心啊，然后很满意，我下次也很快啊，我下次也要去啊，去这个吃喝玩乐，或者是去旅游啊，等到下一次的这个假期，那这样子，那修了人生难得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就懂得珍惜生命啊。那我们很多人觉得，那是不是我修了人生难得以后呢，我是不是就不去吃喝玩乐？这样子多大的损失呀！我不敢修啊，也不是啊。虽然人生很难得，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自己放松放松，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要往前走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不是我们高速路上啊，我们在高速路上啊，也看到一个高速路的路边上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有一个服务站啊，那不就是开车时间长了以后呢，下来坐一坐呀，啊，喝杯水呀，有这样子的地方啊。同样的，我们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需要就外面去看一看，旅行一下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呢放松一下，当然是没问题了啊。只要我们的这些放松也好，旅行也好，这些都不牵扯到伤害其他众生的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啊，都没问题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害怕啊，没问题的啊。这是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这样子修了以后呢，我们非常的感觉到啊，特别清楚感觉到我不能浪费人生啊，这个人生特别特别不容易，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啊，这个就叫做人生难得，修成功了啊！如果特别有强烈的这种感觉，那你这人生难得修好了啊！这个很清楚吧？啊，很清楚的，自己有这样子的这个感觉，谁不知道？大家都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子感受啊？有了，那就好了，我们人生难得修成功了，然后就下一步啊，修第二个修法。第二个是什么呢？啊，生命无常啊，人生无常，也叫做死亡无常。嗯，就是这样啊，就是第二个要去思考这个生命无常。嗯，那生命无常的思维的方式也有这个，它有非常具体的有模式化的非常规范的
思维的方式啊。但是我想人啊，这个守明无常的话啊，因为我们的身边啊，我们每一天都看到这个全世界的这些变化啊，无常啊，包括大自然的变化啊，大自然的变化，我们的气候越来越热啊，然后呢，我们就很多的环境就是越来越受到了这个污染，然后它们造成的大气的变化啊，温室效应等等等等啊，大自然的变化，然后呢，我们人类自己的内心的变化，还有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每一次都死这么多的人啊，这些我们每天都知道的啊，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身边的很多的人啊，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得了绝症啊，走了，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啊有很多的这个无常的这个例子啊，无常的例子，很非常富裕的人啊，一下子就破产了啊，然后很有权力的啊，很有权力的啊，这样子的这个高官啊，然后呢，下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是高官，非常有势力，下一个月啊就坐牢，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啊，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些啊，那。这个《潜心引导文》里面呢，就有七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啊。我们修无常的时候呢，有七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我们把一个的去啊思考。那个里面讲的有些世界观啊，世界的这个宏观世界的这些变化啊，人类从无始以来也怎么下来的啊，人类的这个寿命的变化是什么啊，比如说人类的变化啊，佛经里面讲一开始的时候呢，人的生命是很长很长很长的啊，然后慢慢的就逐渐的啊，这个人的生命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寿命啊，有这样子的历史啊。如果这些历史如果我们暂时不能接受啊，不太理解的话，那就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自然科学圣物进化论的角度去啊，人类200万年前是什么，从猿人啊到一直到今天啊，一步一步怎么进化过来的啊，就是600万年前是什么样子，200万年前什么样子啊，然后呢几万年前啊，旧石器新石器这样子过来了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变化我们去思考啊，这个当中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就在变啊，就在变化，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了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眼前的这些变化啊，我们自己跟我们有关系的啊，300万年前、600万年前有什么变化，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今天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啊。这个人类的寿命最早的时候是1万年也好，100万年也好，或者是5年、10年也好，这今天我们来说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跟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太多太多的这些变化啊，这些变化主要是死亡无常啊，死亡无常，无常，各种各样的无常啊，我们要去思考，主要是以七个方面啊，从七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但是呢，不一定是这个七个啊，我们可以方方面面的去思考啊，我们自己能够想得出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无常快速变化的这些例子啊，我们都去思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要落实到什么上面呢？最后就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啊无常的啊，自己的人生是无常的啊，说走就走，说没有就没有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
脆弱啊，非常的脆弱啊。我们未来啊，未来的这个我们的寿命有多长啊？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不清楚啊，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子活着下去啊，生存下去，这个就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啊，需要具备很多很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当中啊，有一个稍微比较重要一点的具备条件啊，不具备了，那我们就没办法生存了啊，至少我们不能现在这样子健康的活着啊，所以这些啊，让我们健康的生存和活着的这些因素，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有很多啊。那么其中这些一个两个啊，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就发生了变化了啊，那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变化了啊。那这些条件，他们不会啊，就是根据我们的想法去变化啊，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变化的规律啊。那么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明天的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月的它们的变化的规律，我们都不明白啊。所以呢，随时都有可能啊，面临死亡，面临啊这个无常。如果一旦啊发生了这样子的无常的话，我们一直都啊认为我们要修行，但是我明年修啊，我以后修，我还没有赚够钱，我再赚100万再去修啊，我退休了以后我再去修啊，我现在还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不满足，我虽然已经很有很多，已经我拥有的很多了，但是呢现在目前还有一点点差距，还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我这个达到了目标以后我再去修啊。达到了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在不在就不好说了啊。所以呢，我们平时啊，我们书法也讲啊，我们的计划啊，我们的变化比计划快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长远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来得及实施啊，之前就又发生了变化啊，所以啊，去思考这些啊，这个无常啊，我们在人生难得的时候呢，它有18种啊，它有18个不同的思维啊，还有在上面呢再加2个8个，这样子一共就是有30多个啊，30多个这个思考的方式，全部加起来，下面全部加起来的话啊，那也有30多个啊这个思维的方式模式啊，就这么去思考。那么无常呢啊没有那么多啊，无常就没有那么多啊，无常就有七个不同的思维啊，那我们这个七个不同的思维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那思考了以后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修好了啊，什么时候这个无常人寿命无常修好了呢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就不觉得人生很变化啊，我们虽然看到太多太多变化的东西啊，这些我们看得特别的多，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总觉得不会是我吧啊，我们一直都觉得不可能是我吧啊，我们不可能轮到我吧，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啊，不可能这些问题啊，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们认为我啊跟这个变化死亡啊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距离，我们一直都这么认为。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啊，有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是怎么讲的呢啊，有一个人呢啊，从一个很高很高的这个悬崖啊上面呢掉下来了啊，摔下来了，摔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抓住了一把草
啊，抓住一把草啊，这是他的九名稻草啊，抓住了一把草啊。但是呢，他抓住了这个草的时候呢，啊，然后他因为他抓住了这一把草，他没有摔下去啊，没有摔下去，他没有摔死啊。但是呢，有两只老鼠啊，一只白老鼠，一只黑老鼠啊，就一个啊轮流的啊，就是白老鼠来吃掉啊一根草啊，然后呢，由黑老鼠呢又来啊吃掉一根草啊，那么我手里的这个草呢，就是明显的啊，眼睁睁的看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九名的稻草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啊。两个老鼠是什么呢？就是昼夜啊，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啊。晚上白天，他们都来啊，都来把我们的生命啊吃，把我们的时间吃掉啊，吃掉啊。12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呢，就白天的12个小时，白老鼠把我们的12个小时没有了啊。然后晚上过去了，有黑老鼠把晚上的夜间的12个小时也就被吃掉了啊。然后明天起来的时候呢，我的24个小时已经不存在了啊，都被吃掉了啊。那这样子我们去思考的话，我们大家啊就那。这样子，那最后我们啊，如果思考的比较清楚的话，我们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我们的寿命是非常的有限，我们还是应该做一点点事情啊，否则的话，我想这样子过下去啊，只是啊，只考虑吃喝玩乐这一点，其实这种生活的方式呢，啊，其实啊，这种感官的生活，为了满足这个感官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啊，其实跟动物是一样的啊。所有的动物也就是这么活的啊。我们说啊，唯一的一个啊，懂得思考未来的啊，是人类啊。是什么？是这么说，但是也不是很多的动物也懂得思考未来啊。但是我们即使是啊，即使是所有的生命当中，我们是能够思考未来的这个高等的生命啊，但是没有用啊，我们没有去思考什么呀？我们是可以思考的，我们是懂得思考，但我没有懂得，没有去思考啊，我就是拼命的去啊，创造太多太多的物质来满足我自己的感官啊，我就活在这个感官的世界里面啊，除了这个满足这个感官的啊这些啊以外呢，我也没有去想未来是什么样子啊，那不就跟动物一样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就是为未来啊做一点点事情啊，哪怕是现在的这个吃喝玩乐的时间当中，需要做一点点的牺牲啊，也是值得的啊。我们不就是都是这样子吗？比如说我们去买汽车的保险，还有买很多很多人身的保险、养老的保险，买很多很多的保险啊。那这些钱不是我们现在不想用啊，我现在想用啊，但是呢，我们怕万一我的车子出了什么问题，到时候没有人给我赔啊，所以我现在这个钱我还是不要用了，我还是买保险好啊，不就这样子吗？这样子我们啊，就是有一点点牺牲，但是我们希望以后啊有更大的利益啊。同样，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啊做法。那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我们稍微要看远一点点啊，不需要这个牺牲我们的全部的吃喝玩乐，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我们来说啊不现实啊，要求太高了，反而我们就更加的没办法了。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啊这个牺牲一点点的时间啊，这个要求是不高的，所以啊希望大家用一点点的时间去修。好，这个是寿命无常啊，第二个修法啊。然后我们
通过人生难得，通过守名无常，这两个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的生命是非常宝贵，而且我快速地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个不能拖拖了以后呢，有可能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要去做，我要赶紧去做这样子以后呢，这就是我们的修心的动力这就是动力。很多人经常都说我很懒惰，我很懈怠，我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念念咒啊？没有什么办法念咒，念咒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去修这些思考这些然后说我这些都思考了没有用啊，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这个要去思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花一点点时间去思考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一定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我们一定会发现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些新的感受而且这个方向和感受对我们来说一生当中都有用的它一定让我们快速的去修心，而且我们修心的时候呢，我们不觉得累不觉得我这样子修行不划算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样子，这就是这两个就是动力如果谁不知道人生很难得，谁不知道寿命无常，那这个人就不会去很勇敢的修行，一直都拖拖拖拖到最后一切都来不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修这两个这两个修法的功德它的作用佛经里面也讲了很多这个佛经里面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其实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藏传佛教呢把这两个就作为一个系统化一个有30多个思维方式或者20多个思维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有7个不同的思维方式，非常的规范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思考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轮回的痛苦轮回的痛苦，然后轮回的痛苦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南传佛教还有这个显宗的大乘佛教也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呢修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四年处四年处当中的第二就是修自己的感受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就是触觉我们把触觉修为看作为是一种痛苦当然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触觉都是痛苦但是呢深度的理解的话了结的话，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触觉感受哪怕它当下是一个幸福一个快乐的感受但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导致一个更大的痛苦来。所以呢佛教就将整个的轮回当中整个的轮回是痛苦的大家不要认为佛教说整个的人生整个人生整个轮回都痛苦很悲观很消极不能这么认为，这是我们对佛教的一个误区不是这样子。佛教为什么说轮回是痛苦呢他希望我们希望我们有所准备有所准备，早一点有所准备面对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否则的话我们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我们说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明天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等等但是我们但愿如此但是实事就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会越来越老我们会离死亡
越来越紧，那怎么可能我们明天会越来越好呢？啊，怎么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要修这个死亡无常啊。我们全世界每天啊，每天有16万人死亡，每天啊，全球有16万人死亡啊。那么这个16万人当中啊，所有人都认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起床的时候呢，他们都认为今天我不会死的啊，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今天会死的啊，没有这样子。15万人当中啊，就是今天早上天亮到明天啊，24小时当中呢，15万人，平均16万人啊，15万到16万人会死亡。但是他们都认为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不会死，默认了啊。很多人都就死和不死想都没有想到啊，但是他们的心里默认我今天不会死啊，我怎么可能呢，不会死的啊。但是呢，死了啊，他们认为不会死的啊，这些人啊，就是啊，就24个小时过去了以后呢，啊，16万人离开了，16万人都死了啊，但是他们都认为他们不会死的啊，结果都死了。啊，那我们有一天一定会轮到我们了啊！每一天都这么16万人死亡，那有一天要轮到我们。有一天呢，我们也属于这个16万人当中的一员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啊，下一个月、明年还是什么时候啊，大家都认为怎么可能是下一个月呢，乌鸦嘴，不可能，呸啊啊，我们特别的恐惧这个失望啊，这两个字根本不能提啊，提了就觉得大家都不吉利啊，这没有什么不吉利，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规律，最终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去多去思考，思考了我们可以去超越啊。同样的，轮回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能说轮回苦，人生苦啊，然后就很多人站出来说，哇，这个就是消极，这个就是悲观啊。但是实际上呢啊，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子，佛经里面讲的这些痛苦每一个都是痛苦啊，没有一个是把幸福说成是痛苦的啊，都是痛苦啊。但是我们平时我们总是希望这个痛苦快快的过去，然后希望有一个幸福过来，我们一直这么盼着啊，一直盼到最后，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来，最后就要走了啊，就是这样子，这叫做轮回啊。但是我们如果早一点知道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准备啊，可以做一些准备，那超越它啊，我们每一世每一世生生死死那，希望啊有一个幸福，追逐幸福，但是我们面对的要迎来的啊全部都是痛苦啊。但是我们就是刚才讲的，我们的心灵的状态就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个过了以后就会有幸福的啊，这个过了以后就会有幸福，然后下一个痛苦来了，我们又认为这个过了不可能永远都是痛苦，也会有幸福，就这么期盼，这么期盼啊，然后这么短短的人生呢，就这个期盼追逐的过程当中，挣扎的过程当中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要走啊！不但是要走，而且我们要背着一大堆的这个罪过回去啊，这样子就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轮回的痛苦，然后轮回的痛苦呢，首先我们啊，三个方面啊，首先是三个方面，苦啊，三个方面，苦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痛苦的啊，比如说生病啊，生病不但是生病了，生病的同时，然后有家里
发生了什么意外啊，就双重的这种痛苦啊，这叫做苦苦，佛经里面叫做苦苦，还有一个呢，虽然不是两种这个痛苦啊，双重的痛苦，但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认为啊，大家都觉得公认的这些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呢，叫做苦苦啊。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感受，人的感受当中啊，占多少呢？当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也多啊，也不是全部都是，也不可能全部都是这种感受，但是也比较啊，比率比较多。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的最大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然后激烈的这种竞争啊，攀比，给我们导致了很多很多的精神上的不健康的因素啊，最后就是变成了精神的病啊，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啊最大的这个痛苦，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啊，最大的痛苦。当然物质缺乏方面呢，当然了也有啊，这个地球上每天晚上有9亿的人饿着肚子要睡觉的啊，晚饭都没有办法吃饱啊，有这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来说呢精神上的痛苦其实比较严重啊，那这些痛苦呢都叫做这个苦苦啊，战争、瘟疫啊，还有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生病啊，就是我们工作啊、婚姻啊这些不顺利的原因导致的这些痛苦，精神上的这种痛苦都叫做苦苦啊。那这种苦苦其实也不少，还是很多的，然后就叫做变苦啊。变苦是什么呢？现在当下看起来就是快乐啊，快乐幸福啊，但是呢这个结束了以后呢，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一个痛苦啊。如果没有这个开心，没有这种幸福的话，那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的那么的痛苦，但是呢有了这个以后呢就更加的痛苦，更加的痛苦啊。所以它会导致太多的这种痛苦啊，比如说我们家人感情特别特别的好啊，非常的好啊，相互都特别的执着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突然间一个人不存在了。那对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导致特别大的打击啊，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啊，跟父母也好，跟亲人也好，快乐啊，但是因为这个快乐结束了，他就导致了更大的这个痛苦。如果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好啊，没有那么幸福，没有那么快乐啊，感情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分开的时候呢也自然就不会这么痛苦。所以这种叫做这个变苦啊，变化的苦啊，变苦。然后最后一个呢叫做行苦啊，行动的行啊，行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它啊我们平时感觉不到啊，它也不是痛苦的感受，它也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痛苦啊，但是呢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啊，每一分每一秒啊，让我们越来越靠近啊衰老啊，让我们越来越靠近啊疾病啊不健康，让我们越来越靠近死亡啊。所以每一分每一秒中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让我们往前啊，把我们往前推，都在帮我们往前推。所以呢这些每一分每一秒都最后就是导致了最后的这个痛苦啊，所以他们也是让我们痛苦的一种因素啊。就这么去思考的话，那轮回里面呢
很多都是痛苦，虽然是有幸福有快乐，但是这个幸福很短暂啊。然后呢，幸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幸啊，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没有一个永恒的幸福啊。所以佛经里面就讲轮回是痛苦啊。佛经讲轮回痛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让我们自己明白这个轮回就是这么痛苦的啊。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想办法，我们要超越，这是一个啊，是警告我们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众生啊，就会有慈悲心啊，我们就会有慈悲心。如果我们不认为轮回很苦啊，那怎么可能有慈悲心呢？我们觉得他们很好呀，为什么要慈悲心呢？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我们尽量的多想一点，轮回是痛苦，对我们有帮助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这是这个第三个修法。然后首先我们这个三个角度去思考，然后呢接下来就六个角度啊，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这个动物的痛苦、六道轮回，一个一个的去思考啊。这样子的话总共就有九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九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啊。那么九个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个里面呢可以再分很多啊，可以再分很多啊。这样子去思考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最后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啊，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人生啊这个轮回的痛苦修好了呢啊，这就是说啊，我们啊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啊，感觉到感受到轮回是痛苦的啊，大家都是很可怜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超越啊，我再不能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我沉迷于现实的一点点的啊，一点点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啊，然后就不懂得要这个超越啊。不能这样子，我再不能这样子，我一定要超越这个轮回当中。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幸福，但是呢，为了这一点点的幸福，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力，最后就是换来就这么一点点的幸福和快乐。但是换来了以后呢，当我们拥有这些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呢，然后它立即就变成不是幸福，不是快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我们让我们觉得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其实是很难的，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我恐怕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会说这个很幸福，那个很，这个是幸福，那个是幸福，我们每个人都会说，但是呢深入的去思考的话很难找到。所以我们要超越，只是唯一的好这个方法，超越它，最终我们要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平时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在轮回当中，我们就追求名和利这样子。那修了人生，修了这个轮回的痛苦以后呢我们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生生死死这样子流转，我一定要超越有这个坚定不移的决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轮回的痛苦修得成功了修成功了，至少我们告了一个段落，可以告一个段落然后呢再去修下一个。那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就是因果不续因果不续那我们去思考，那这个轮回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个轮回有这么痛苦呢为什么有这个轮回当中有这么多的不顺利的、不开心的不幸福的东西呢这个是不是造物主或者是无因无缘呢
佛教徒就觉得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造业造多啊，造得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啊。那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因果啊。那因果是什么呢？因和果，因就是讲是啊，是善是不善啊，是善和是不善，是个罪果，是个善啊，去思考。然后呢，思考以后呢，我们去再去想每一个善有什么样的善报啊，每一个恶有什么样的恶报，比如说杀生啊，有什么样的恶报啊，然后呢，放生有什么样的这个啊，无畏的布施有什么样的这个善报啊，我们每次去思考，反复的去思考，让我们最后啊，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因果啊，因果报应啊。那我们特别特别的相信的时候呢，这个就基本上啊，这个修法修好了啊，然后。这四个修好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轮回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呢？啊，人生难得，生命无常，全部这样一路下来，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轮回啊，确实是没有太大的意思啊，没有太大的意义。这里面呢，确实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去追逐的东西。我们会发现这样子啊，那这难道这不就是一个很消极、很悲观的吗？啊，其实这个就是有点点悲观啊。但是呢，第五个啊，我们把这四个想完了以后，第五个是什么？立即就讲解脱的功德。啊，那虽然这个轮回当中啊，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求的，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没有追求啊，并不代表我们只能这样子啊，只能这样子等死，没有什么追求啊，当然不是这样子，可以去追求更好的东西啊，更好的是什么呢？解脱啊，轮回虽然是很苦，但是呢，我可以超越呀。啊，所以我没有必要悲观呢，我是很乐观的。为什么呢？我已经看到了，我可以超越啊，所以我很乐观啊，立即就变成乐观了啊。这个笑，这个悲观，立即就变成乐观啊，消极啊，立即就变成了积极，非常积极的态度啊，我一定要超越啊，因为。轮回痛苦，但是呢，我已经看到了可以超越的啊，而且我能做得到啊，我能行啊，所以我要超越啊，所以立即啊就变成了乐观积极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不但是我要超越啊，我超越了以后呢，我要让更多的人超越啊啊，所以如果我能够超越的话，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有更加的啊乐观和积极，因为我们看见我如果超越了。我可以带很多很多人超越啊，我可以让很多的很多人超越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啊，然后就很勇敢的去啊去追求这个解脱啊。那么追求解脱，我们怎么去追求呢？从哪里入手呢？啊，然后这个啊大圆满的前行里面，然后。这个我们前几天也给大家介绍过，第六个修法是什么呢？意志上师啊，第六个啊，这就是告诉你，你要解脱好，那就我们要造一个善知识啊，造一个善知识，他一定会告诉你怎么样解脱啊，他一定会把你带到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啊，所以就是第六个啊，就是。一直上师啊，那这六个修法啊，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里面啊，前面的四个啊修法，然后就是解脱的功德一直上师，两个加起来就是六个啊。这六个修法我们去思维的话，然后它完全让我们啊
从轮回当中走出去啊，我们一定会有这个心啊，有了这个心，这就叫做出离心啊，这叫做出离心啊。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做出离心呢？出离心第一个啊，不是悲观啊，出离心第二个不是小极啊，悲观消极不是出离心，出离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啊。为什么乐观呢？他不是说轮回痛苦吗？是啊，轮回很痛苦，但是呢他很乐观的原因是他可以超越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啊我们有什么病啊，发现了有什么病啊，然后呢如果医生说这个病是不可以治的啊，没办法治啊，是绝症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会很失望的啊，消极的，悲观的啊，觉得我没有希望了啊，那就活着没有意义了啊，这样子很悲观啊，对生活没有啊没有希望了，所以就一定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啊悲观消极。嗯，但是如果医生告诉你啊，你身上就有一种病啊，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是可以治的啊，你要给我配合啊，配合的话我完全可以治这个病啊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早一点知道好啊，越早越好啊，早一点知道我们就可以啊解决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悲观了，不需要消极啊，消极什么呢？我们积极的去啊配合医生的治疗啊，然后就还是一样的健康啊，一样的健康。然后我们也很乐观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啊，我这个病只要我自己积极配合啊，医生，我接受这个治疗啊，我一定会健康的啊，我一定会健康。那这就是一个乐观的态度啊，不是悲观。嗯，所以出离心不是啊悲观，不是消极，而是一个乐观，一个积极的这个态度，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的态度啊。好，这个啊叫做出离心啊。出离心呢，我们刚才讲，大家必须要知道啊，出离心它不仅仅是觉得人生没有意思呀，轮回没有意思呀，什么都没有意思啊，生活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出离心就必须要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这是它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然后它必须要懂知道啊轮回可以超越的啊，然后而且他有这个决心啊，我一定要超越啊，我一定要超越生老病死啊，我一定要解脱。嗯，第一个啊，第一次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决心啊，第一次我们有这个决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跟轮回分手了，彻底的分手了。啊，彻底的分手。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轮回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接下来我们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搭座的方法啊。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思考思维的方式，但是这个也要用大座的心式去完成啊，尤其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必须要有大座的这个实践啊。然后以后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想啊，但是有一段时间是必须要有大坐，以大坐来完成这个思考啊。好，大坐我们怎么大坐呢？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大圆满的前行啊，前行北王路，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眼角的啊北王路，就是阿琼堪布的这个他写的北王路，我们有些时候也叫做前行笔记。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本书啊，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回灯之光二啊，里面也把这些事情都讲得清楚了啊。然后也加了一些我们现代就是面对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看。然后首先我们打坐的时候呢，一般的啊，我们打坐的时间呢
就是最长是两个小时啊，最长是两个小时，一般我们不超过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以后呢就结束了啊，休息然后再休下一个，最长是两个小时。嗯，最短啊就没有限制啊，一般就是半个小时以上啊，半个小时以上，半个小时啊，一般是半个小时40分钟这样子的时间啊。半个小时40分钟到两个小时是我们的大坐的一个阶段。在佛教里面就叫做叫做一坐，这叫做一坐一坐。然后我们每一天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比如最好的时间段最佳的时间段就是早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大家打坐最好。然后因为白天大家要上班晚上回来了以后如果不太累的话再打坐，如果特别累特别疲惫那这个时候还要去打坐的话，那就可能是这个打坐就变成了一个压力，最后就大家也就很对这个打坐越来越反感这样子也不行的。我们这个心大家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不能让他对某件事情反感如果他一反感了以后呢，然后让他去接受这个，他特别难，就一开始一提的时候他就拒绝的所以呢我们的心不能让打坐产生反感怎么不能让他反感呢？那如果他不愿意打坐的时候就不要让他打坐了，让他休息一下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也就是驯服动物一样就驯服大象，驯服动物的这些高手他们有办法他们有办法，任何一个动物它可以驯服它有办法。如果没有这个办法，猛兽老虎怎么去这个驯像猪、狗、海豚海豚是比较聪明的，但是其他的比较笨的这些动物怎么驯呢没办法的，但是他们有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的呢。所以我们调整我们的心呢也就是需要方法所以不要让它反感。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晚上回来的时候你们这个上班然后有加班，然后要这个就产生了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又要打坐的话，可能有点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困难的话比如说我们晚上打个坐，这一天虽然有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晚上一打坐把这些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不开心全部化解化解，睡觉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睡觉，也可以这样子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情况，要看根据自己的情况那每天这样子打坐，这个时间我前几天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今天不再讲了那然后呢时间两个小时也好半个小时也好，这个当中我们首先要想一下我在这个两个小时当中需要去处理一些什么这些杂事这些家庭的这些琐事去想一想那需要处理的这些全部处理好就是免得我们打坐的时候又要起来又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在两个小时之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该做的全部做好然后呢我们把电话关掉有些人把电话放在前面打坐一会儿又看一下一会儿又看一下哪有这样子的打坐然后把这个电话的铃声就开到这个震动然后就他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要这样，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稍微关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稍微关一下，当然了有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呢那当然是可以特殊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呢通常最好把手机关掉
然后再去这个打坐，这些详细的我不讲了啊，大家看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本书，这两本书里面讲的清楚了。然后开始打坐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有佛堂的话，在佛堂打坐，没有佛堂那卧室里面呢，在床上也可以打坐啊。打坐的时候呢，我们在要去找一个这个禅垫啊，禅垫就是一个专用的垫子啊，稍微后面稍微比较高一点啊，前面低一点这样子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个专用的垫子啊，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呢衣服呀枕头啊什么东西放在屁股下面稍微高一点，这样子打坐前面低一点的话就比较不累啊，比较容易打坐这样子。然后呢身体要做毗卢伽法啊，毗卢伽法是说两个腿要攀起来，不需要双攀啊，单攀就可以了。团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两手合掌这样子左手放在下面，右手就放在这个左手的上面，然后两个大拇指碰头这个叫做禅定的手印。然后呢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处叫做丹田中医里面叫丹田，放在丹田这地方这是第二。第三，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张开，不能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背后的肌肉都收缩就不舒服的，时间长了以后，所以要这样子，这样张开的话我们肩膀上的背后的所有的肌肉都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所以这样子张开两个胳膊张开。第三，第四，身体要端正不能向右歪，不能向左歪，端正。但是这个不能太用力的这样子端正也是不行的自然的端正，自然的端正。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呢头稍微往前埋这样子也不能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子就睡着了就稍微往前这样这是第五。然后第六呢眼睛往下看往下看，往下我们看着我们的鼻尖佛经是说看鼻尖，但不是看这里往这个方向看就可以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专门的看佛像有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往前看，通常我们往下看。然后这是第六。第七呼吸的时候呢用口腔，用这个两个鼻孔同时呼吸呼吸正常的呼吸，然后呢舌头抵着上颚抵着这个牙齿的牙根这个地方这就是身体的姿势了。然后身体的姿势做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一个这个通过呼吸把我们的这些这些不好的念头不好的情绪全部要排出去要排出去。那怎么样这个排出去呢？排出的方法是排出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通过呼吸和通过一种冥想把它排出去那这个方法大家看这里我们有一个方法，大家看到这里首先我们的手的这个大拇指头摁住倒数第二个手指叫做无名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这个在秘法里面有一定的道理然后道教有些时候也在这样子道教我发现道教也在这样子然后摁住，然后呢摁住了以后呢我们把四个手指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这样子，这叫做金刚拳。然后这个拳头我们左推和右推的腿根由动脉和经脉这个血脉摁住这个血脉上面，稍微用力的就这样子摁住，然后
由收啊，大家看这里，由收我们大拇指头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呢，食指要伸出来，食指要伸出来啊，其他的三个手指就是刚才这样子，然后呢，手心朝上啊，放在这个膝盖上面啊，放在膝盖上啊，先放在膝盖上，然后啊，然后这个手心啊，这个手这个右手啊，这样子摁住我们的右边的鼻孔，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当中啊排气。摁住之前啊，摁住之前我们深深的吸一口气，这样子吸完了再摁啊，摁住，然后我们从左边的鼻孔当中拍出去啊，这样子。好，这时候有一个观想啊，观想是最最最重要的。我们观想什么呢？我们把从无始以来我们所造的所有的罪过啊，还有我们啊今天以前所产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焦虑、压力、烦恼，全部都啊这些烦恼全部都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啊，黑色的气体啊，就是制造环境污染的，有些烧煤的这个工厂的啊，烟筒里面冒出来的这种烟一样，又黑又脏啊，这样子的这个气体，所有的烦恼都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气体，然后从左边的右孔这个左边的鼻孔当中啊拍出去啊，拍出去，好，这样子三次啊，一次，然后再放松啊，松开又吸，然后又摁啊，一次，然后又松开吸气，然后又一次，这样三次啊，观想都是一样的。然后这边左边的这个三次完了以后呢，然后右边开始这样子啊，摁住这个右边的腿根，然后左边呢啊，刚才我们讲的就这样啊，然后放在膝盖上，然后就是这个摁住啊左边的鼻孔，然后我们从右边的鼻孔排气，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观想都是一样。然后最后呢，两个手指啊，两个手这样子做金刚拳头啊，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同时摁住静脉和动脉，然后我们左右鼻孔同时拍气，观想都是一样的啊，同时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啊。这个拍完了以后呢，我们观想我们的身体现在啊变成了一个非常的透明啊，非常的纯洁，就像一杯啊，就像一个玻璃杯洗得干干净净一样啊，变成了一个非常干净、非常透明的这样子的身体啊，所有的烦恼都拍出去了。好，这是第二个啊，呼吸。第三个，然后我们开始观想啊，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前的空中观想一朵莲花啊，观想一朵莲花座，然后在这个莲花座上面呢啊，观想啊释迦牟尼佛啊，观想释迦牟尼佛，观想释迦牟尼佛面朝我们这边啊，这样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然后呢，我们啊，把我们自己的上师和释迦牟尼佛观想为一体啊，融为一体，观想为一体。然后我们在佛陀面前呢，就是祈祷啊，非常虔诚的心来祈祷。祈祷什么呢？啊，祈请佛陀啊，加持我能够在这一座当中啊，修出什么呢？修出出离心啊，修出出离心，这样子去祈祷，然后我们再念啊佛的
名号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心咒都可以的念啊，这个时间不需要很长，大概就是五分钟这样子的时间。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释迦牟尼佛，然后佛从边缘上慢慢的发光啊，发光就是变成一个光啊，这个光最终呢就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亮点啊，就像一粒豌豆啊，一粒豌豆这么小，一粒佛珠的珠子这么小啊，光的亮点啊，这是佛陀的智慧。然后从我们的头顶啊进入我们的身体啊，最后到达了心间的时候呢，我们观想啊佛的智慧和我们的心融为一体啊，融为一体。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静下来啊，静下来啊，不去想过去的，不去想未来的，当下的心也就完全啊放下，就达到一个平静的状态，这个当中停留啊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了。好，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啊，然后就去修这个人生难得啊，这样子。好，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今天讲的呢，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啊，我讲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这个实际上内容也就这么多了啊。那我们如果还有一点点不明白的话，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啊就看啊这个视频啊，网上有比较详细的啊这个讲解啊，比较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看啊。然后呢，我们这些都做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打坐啊，去思考啊，静下来思考。思考什么呢？首先我们去思考人生难得啊，我的这一生的人生有多么不容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六道轮回当中有这么多的众生啊，我如果是今天是一个地狱里面的众生的话啊，那我会是什么样子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想地狱的这个众生啊是什么什么样子，然后就啊去思考啊恶鬼道的众生什么样子，我们这样子进一步的去思考，然后这个就一个思考啊，然后思考的中间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啊很疲劳啊，不想思考。啊，很疲惫，不想思考。那这个时候呢，就静下来啊，什么都不要去想，也不要去思考，不要去思维啊，完全静下来，进入一个啊没有杂念的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当中停留啊，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这叫做人生难得的禅定啊，人生难得的修心和人生难得的这个禅定啊，这两个都可以修。好，这是人生难得的这个思考的方式，然后每一个思考方式都是这样子啊，思考的方式都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比较具体的这个修法，然后更具体的、更详细的这个修心呢啊，然后大家可以关注啊慧灯之光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四加心的慧灯禅修版的这个课程，这个叫做啊，我们就有一个禅修的大座的一个慧灯之光的学慧灯之光的大座的一个各个地方有大家自己啊自发的啊这个一个这样子的这些禅修的这个小组啊，那么他们呢有一个针对他们的一个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目前已经有人生难得和死亡无常这两个啊，然后呢下一个这些课程呢我会就
到一定的时候会讲的，比如说我们先首先修人生难的，我讲完了以后呢，大家修啊，修就要修100多个小时，一两百个小时啊，然后也需要就一个也就要两三个小时啊，两三个月，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再讲啊无常。然后无常讲完了以后，大家去修啊，也需要100-200个小时啊，这个也需要就几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几个月大家修完了以后，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网络上有讲啊下一个课，这样子这个修心的就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啊，然后大家可以听啊，听完了以后呢去修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去修出离心。然后每一次我们打坐完了以后呢啊，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回头啊，要检查一下我这个整个的过程做得好或者不好啊，检查一下，然后最后啊做个回向啊，回向啊，什么叫回向大家清楚了啊，做回向啊，回向完了以后就可以结束。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也要啊也要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这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这些内容啊，这样子的话主要是在大坐，以大坐的形式修啊，然后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随时随地也去想也去思考啊，这样子就效果非常非常好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很快就有出离心啊。出离心其实是不是很难的啊，跟菩提心比较的话比较容易啊啊，那这个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希望大家啊就是应该有一点点，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啊，有去修这些实际的修法啊，有一点应该有一点实际行动，这样子才我们啊这个对得起自己啊，这样子我们才对得起自己，希望有一点啊用功。如果我们听了这么多的法，大家都明白了啊，不修啊，不修这样子的话，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啊，我自己对不起自己了啊，但是这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课讲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超了啊，我们提问题呢想整形的啊，大概就是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就提一些比较啊比较这个代表性的这些问题啊，那我们其他的问题呢我们改天啊可以再提再交流。请问上师，上师在开示中说轮回中没有真正的幸福，那请上师开示佛教中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当然他会说真正的幸福就是解脱，解脱才是真正的幸福，无漏的幸福，也就是绝对的幸福。请问上师，弟子感受轮回的时候很想和感受痛苦的时候很想与轮回分手，但是感受到一些小的安乐的时候呢又想和轮回做好朋友，请问我们作为凡夫人如何突破这一种愚痴的心态？是这个非常理解的啊，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一路就轮回当中走得这么远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些安乐时间不多啊，其实机会也不多，大多数都是这个痛苦的时候，所以我们看整体上看轮回然后去修就能够分手。请问上师，成佛的终点站很遥远，很艰巨，如果今生弟子只能修成出离心的话，那么下一世是不是还要重新
从头再来，又要从出离心继续修起，还是说这一生的出离心会延续到下一世？会延续的，但是下一世呢，学还是要学，但是学得很快。好，最后就提两个问题。好的，鼎力上师，请问上师，弟子在没有开始闻思修之前呢，平时会忙于朋友聚会啊，旅游散心等等，人呢还是会感觉比较轻松和开心。那么在开始闻思修之后呢，戒律也越来越多，闻思的量也很大，所以呢，平时的时间就很少有休息和放松的时间，这样呢，人就慢慢变得比较的低落，心情也很紧张，所以呢，有时候感觉到对闻思修这一生能否解脱感到没有希望，所以请上师指点该如何就是就是摆脱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学佛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力量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尤其是我们不管是学习修心，我们应该很欢喜、很开心的态度去做，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压力啊。那这个的前提的条件，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啊。知道了它的重要性以后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课程有太多了，然后要念的咒也要念很多很多的咒，这样子的话，就最后这还是就变成压力。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听课也就不要听的太多啊。有时间就听啊，但是呢，如果太多太多，然后念咒也要念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最后我们还是产生烦恼啊。所以学佛要学，但是要一步一步的学，尤其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念多少修多少。这样子应该是不会的，这个时间安排好，时间安排好的话，那我们既可以放松放轻松旅游，也可以学佛，完全是可以这样子，只要时间安排好就没问题了。好，我们今天就时间有点超过了，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开始回向。所能的一当者是把你当年你别着那半学家结干那结忘龙之白这边做脸做啊做文秀我们红伴赞歌的伴跑走的红我们红伴赞格惹玛玛瑟德吽我们阿吽巴赞格惹玛玛瑟德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